打你鳄鱼，再来一头，再来一头，点火，先把油换了。油烧化，下小葱、大葱、洋葱，炸干，把它捞出来。捞出来就下老姜了。芝麻椒炒到110度，下豆瓣酱、豆子，豆瓣酱、豆子炒香，下香料，香料提前用酒发一下。香料炒出香味，下花椒，花椒下了，下老汁，点我们炒的火锅红油130度起锅，现在关火。加白酒，今天这个火锅红油就炒好了，等它焖个2-3个小时，我们就把红油沥出了。今天视频到这儿，拜拜。